弟子规》国语录音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弟子规李毓秀著。总序：弟子规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，入则孝。父母呼，应勿缓；父母命，行勿懒；父母教，须敬听；父母责，须顺承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；晨则省，昏则定。出必固，反必面；居有常，业无变。事虽小，勿擅为；苟擅为，子道亏。物虽小，勿私藏；苟私藏，亲心伤。亲所好，力未具；亲所恶，谨未去。身有伤，贻亲忧；德有伤，贻亲羞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；亲憎我，孝方贤。亲有过，见始更；贻勿色，柔无声。谏不入，悦复谏；豪气随，挞无怨。亲有疾，药先尝；昼夜侍，不离床。丧三年，常悲咽；居处变，酒肉绝。丧敬礼，祭敬诚；视死者如视生。出则悌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；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财物轻，怨何生？言语忍，忿自泯。或饮食，或坐走；长者先，幼者后。长呼人，即待教；人不在，己即到。称尊长，勿呼名；对尊长，勿献能。禄欲长，即趋揖；长无言，退恭立。骑下马，乘下驹；过犹待，百步余。长者立，幼勿坐；长者坐，命乃坐。尊长前，声要低；低不闻，却非宜。进必趋，退必迟。问起对，事勿疑；事诸父，如事父；事诸兄，如事兄。谨：朝起早，夜眠迟；老易至，习此时。晨必盥，兼漱口；便尿回，辄净手。冠必正，纽必结；袜与履，俱紧切。置冠服，有定位；勿乱顿，致污秽。衣贵洁，不贵华；上循分，下衬家。对饮食，勿拣择；食适可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；饮酒醉，醉为丑。不从容，立端正；揖深圆，拜恭敬。勿见欲，勿避倚；勿积聚，勿摇臂。缓接连，勿有声；宽转弯，勿触棱。直须气，如直盈；入须室，如有人。事勿忙，忙多错；勿畏难，勿侵略。斗闹场，绝勿进；邪僻事，绝勿问。将入门，问孰纯；将上堂，声必扬。人问谁，对以明；吾与我，不分明。用人物，须明求；倘不问，即为偷；借人物，
及时还，后有急，借不难。信，凡出言，信为先，诈与妄，奚可焉。话说多，不如少，唯其事，勿宁巧。兼巧语，会污词，是景气，切戒之。见未真，勿轻言；知未地，勿轻传。是非宜，勿轻诺；苟轻诺，进退错。凡道字，纵且疏；勿急急，勿模糊。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，莫闲管。见人善，即思齐；纵去远，以见机；见人恶，即内省，有则改，无加警。唯德学，唯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砺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闻过怒，闻欲乐，损有来，亦有却。闻欲恐，闻过心，直量事，见相亲。无心非，名为错；有心非，名为恶。过能改，归于无；唐掩饰，争一孤。泛爱众，凡是人，皆须爱。天同覆，地同在。行高者，名自高；人所重，非貌高。才大者，望自大；人所服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；人所能，勿轻子；勿惨妇，勿骄贫；勿厌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闲，勿事搅；人不安，勿话扰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欲思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；即之甚，或且作。善相劝，得皆见；过不归，道两亏。凡取与，会分晓；与宜多，取宜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；己不欲，即诉己。恩欲报，怨欲忘；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待婢仆，身贵端；虽贵端，慈而宽。是服人，心不然；礼服人，方无言。亲人，同事人，类不齐；流熟众，仁者稀；果仁者，人多畏；言不讳，色不昧。能亲人，无限好；得日进，过日少；不亲人，无限害；小人近，百事坏。余力学文，不力行，但学文；长浮华，成何人？但力行，不学文；任己见，昧理真。读书法有三道：心、眼、口，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；此为中，彼勿起。宽为限，谨用功；功夫道，至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杂记；救人问，求却意。房事清，墙壁净；积案结，笔验证。墨磨偏，心不端；字不净，心先病。列典籍，有定处；读看毕，还原处。虽有疾，卷数齐；有缺坏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物事；必聪明，坏心智。勿自暴，勿自弃；圣与贤，可循志。《弟子规》完。
弟子规合格的内容，你的小师为你爸爸师长学所提供的内容。双高2008年5月，弟子规，作者李荣秀。总是弟子规训灵顺，属好体吃鼎信，方爱众以亲人，如与力则合文。六绝好，父母福运不凡，父母命行不难，父母教习根听，父母节习顺神，动则文，下则勤，神则神，本则听。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己如常，若无变，事虽小，勿称为，久称为，子套亏，勿虽小，勿私藏，久私藏。亲兄长，亲所好，力为器，亲所恶，敬为器。身如裳，与亲如；德如裳，与亲修。亲爱我，好何难？亲憎我，好方善。亲如歌，听时光，以唔舍，如唔伤。听不溜，与福听，好说垂，大无怨。亲如妻，若先生，诸家事不离床。上三年，上必然，基础变，就有切。上亲离，既亲神，思绪家，于是三。出绝体，松套如，体套囧，松体木，好菜种，才为勤，任何伤。年里云，分次门，不容失，不错酒，壮者先，入者后，壮夫年，即胎教，年不菜，既先到。神尊长，不负面，对尊长，不见面，努力长，七求求。壮五年，退宫六，骑下马，生下茶，过如胎，白兔鱼，壮者六，入不错，壮者错，门来错。尊长前，山绕带，带不稳，跳飞泥。金必求，推必迟，门体对，是为鱼。四主父，于是父；四主雄，于是雄。君早起早，热门迟，老日之是此时，神必干，将休求，偏尿肥，杂枪数，肝必正，尿必结，脉与里，体静切，知肝腹，如听密，勿乱顿，知无外，与肝结，不该法，上神分，下沉家，对容食，勿感切，食食渴，勿过节，免方少，勿容酒，容酒醉，醉为处，铺穷容，六端正，曲重圆，拜恭敬，勿谦卑，勿摆仪，勿拘谨，勿扰避。方吉良，不如上，看转弯，不出林，读时事与读云，六时事与如林，四不忙，忙得错，不为难，不轻略，丢闹床，切不轻，下皮事，切不闷，将六门，闷着损，将上堂，上必饶，你闷水，对日明，吾与我不分门，用年威，西门桥，唐不闷，即为挑，家年威，却是烦，
叫如叫家不难。信凡出年信为先，诈以往还可言，挖说多不以少，为其事不忘考，敢考你无为此，师讲是且盖之见为真不勤念，敌为敌不勤传，是非理不勤恼，久勤恼今推错，反套事冲下熟，不久期不母福，必说长次说短，不敢记莫看管，见临现即时起，总体言一枪起，见临恶即内省，如即改无加进，为得学为才力，不与人当此理，若遇福若容许，不与人不生气，闻歌怒闻日落，顺如来月如缺，闻日穷闻歌顺，七两四向上情，无兄非妙为错，如兄非妙为恶，过年改归于无，倘然是见日苦，方爱众，方世念，皆是爱，天同福，地同罪，行高者名次高，年所冲肥貌高，财太者望次太，年所福肥年太，己如年为次时，年所年为勤子，为悍妇，为骄贫，为人故不实心，人不寒不思搞，人不安不挖扰，人如短且莫急，人如死且莫衰，套人善即失善，人低之欲死免，扰人恶即失恶，其之送莫恰早，善相看得改见，高不贵套两亏，放弃一会分手，一你多七你少，将家人先问计，计不入即是欲，恩若报怨若忙，报怨短报恩长，太皮破身贵短，水贵短此下看，是福名行不远，礼福名方无年，亲人同事念累不起，留宿中人诈失，个人诈念多味，念不味舍不迷，年轻人无憾好，得你进过你少，不亲人无憾坏，小人进把事坏，一力学文不力行，但学文常废话生何年，但力行不学文，用己见密之真，读书法如上道，胸安求心改绕，方读此不目皮，此为中皮为起，敢为汉尽用功，功夫道在协同，胸如你垂杂技，求你问求可逆，方是亲相别强，既安格不安静，灭无偏胸不短，思不尽胸相偏，烈电气如天处，突看不凡年处，虽如旧见出奇，如可坏亲不知，非信说本为事，必从门坏行志，为此炮为此事，甚于神可顺治，弟子归中。读诵完毕，这个我是个内容都是公众所有的。弟子规广府话录音。
呢度系欣欣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嘅录音 ，LibriVox 嘅录音都系公众所有嘅。《弟子规》作者李毓秀。总序：《弟子规》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有余力则学文。入则孝，父母呼应勿缓，父母命行勿懒，父母教须敬听，父母责须顺承。冬则温，夏则静，晨则省，昏则定。出必告，反必面，居有常，业无变。事虽小，勿擅为；苟擅为，子道亏。勿虽小，勿私藏；苟私藏，亲心伤。亲所好，力为具；亲所恶，谨为去。身有伤，而亲忧；德有伤，而亲羞。亲爱我，孝何难；亲憎我，孝方言。亲有过，间使更，而吾识犹吾声。间不入，悦受间；好入随，挞无怨。亲有疾，若先尝；昼夜侍，不离床。丧三年，常悲咽；居处变，酒欲绝。丧尽礼，至尽诚。是死者，如是生。出则悌。孝在中，财物轻，怨何生？言语忍，忿自敏。或饮食，或坐酒，长者先，幼者后。长夫人，即待叫；人不在，己即到。轻尊长，勿呼名；对尊长，勿言能。路遇长，疾催泣；长无言，退公立。骑下马，乘下车，过犹待，百步余。长者立，幼勿坐；长者坐，名乃坐。尊长前，声要低；低不闻，却非宜。进必催，退必迟；问起对，是勿疑。是诸父，如是父；是诸兄，如是兄。谨：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识此事。神必冠，兼受口，便尿回，接正手。冠必正，纽必结，物与理，拘谨切。治冠服，有定位，勿乱顿，治污秽。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分，下称家。对饮食，勿拣择；食适可，勿过则。年方少，勿饮酒；饮酒醉，醉为丑。步松容，立端正；泣心圆，拜恭敬。勿浅域，勿卑倚；勿讥句，勿摇髀。缓竭廉，勿有声；宽转弯，勿促灵。执虚器，如执形；入虚室，如有人。事勿忘，忘多错；勿畏难，勿轻略。斗闹场，绝勿近；邪僻事，绝勿问。将入门，问孰全；将上堂，声必扬。人问谁，对耳鸣；吾与我，不分明。用人物，须明求；倘不问，即为偷。借人物，及时还；后有急，借不难。信：凡出言，信为先；诈与妄，奚可焉？话说多，不如少；为其事，勿吝巧。奸巧语，谓污词；使井气，切戒之。见未知。
物急疾，物模糊。彼说长，此说短，不关己，莫闲管。见人善，即思齐，众去远，以渐济。见人恶，即内省，有则改，无加警。为德学，为才艺，不如人，当自砺。若衣服，若饮食，不如人，勿生戚。民过怒，民欲乐，损有来，益有却。民欲恐，民过恩，直量事，渐相亲。无心非，名为错；有心非，名为恶。过能改，归于无；倘掩饰，增一孤。泛爱众，凡是人，皆须爱。天同福，地同载。行高者，名自高；人所重，非貌高。财大者，望自大；人所服，非言大。己有能，勿自私；人所能，勿轻自。勿浅富，勿骄贫；勿厌故，勿喜新。人不闲，勿事搞；人不安，勿话扰。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说。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如斯勉。扬人恶，即是恶；疾之甚，和且作。善相劝，德皆见；过不窥，道两窥。凡取与，贵分晓；与而多，取而少。将家人，先问己；己不欲，即速矣。因欲报，怨欲忘；报怨短，报恩长。待鄙薄，身贵端；虽贵端，慈而宽。世服人，心不言；理服人，方无言。亲人、同事人，类不齐；流俗众，人者稀；果人者，人多畏。言不讳，色不媚，能亲人，无限好；得日进，过日少；不亲人，无限害；小人进，百事坏。如力学文，不力行；但学文，长浮华，成何人？但力行，不学文，任己见。梅里真，读书法有三道：心、眼、口，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。此未终，彼勿喜。宽为限，谨用功。功夫道，济塞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；就人问，求确疑。房室清，墙壁净；机案结，不言正。勿磨偏，心不端；字不敬，心先病。列典籍，有定处；独看笔，还原处。虽有急，卷速齐；有缺坏，就补之。非圣书，秉勿视；闭聪明，坏心智。勿自暴，勿自弃；圣语言，可纯志。《弟子规》读诵完毕。